今天很特别，很特别吗？很特别的随便这样。我们没有特别随便，对，特别随便。我们平常不是偶尔都还是会互推一下嘛，但是很少真的推干互推荐游戏一下。就是要不要玩这个，我就会在玩。这你一定要玩，我们都会这样，但是其实真的很少成功。不是你们为什么都那么喜欢这种男男的那个？对啊，我跟你讲，避免等一下有太有梗的那个聊天室，我就先把男男成语全部念一遍啊，这样你们等一下就不可能逗笑我们了啊。男上加男，强人所难免，为其难免有难色，左右为难，男男自语，难能可贵，千载难逢。弄假成真。好了，来吧，我要很震惊的重复一次这句话，就是我们是否先由。我推荐您的游戏来进行这个第一个环节。好，那您先来推荐您所推荐的游戏。好的，那来给我来进行一个试玩的动作。没错没错，那我今天要在这个地方推荐给你的这个游戏，就是星际大战这一款。它是其实它是新出的，那它是二月底的时候在这个，反正不管了，它就是 remaster 版。什么？到底讲什么啦？你是不是想要介绍但没有做功课？对，其实可以这样讲，但我难以启齿。我一看到我就先买，然后我其实自己还没玩，然后我今天就是要把这个我很喜欢的系列推荐给你，换位置，好，来吧，换位置，不是干你。干，我跟你讲，这玩起来还有一种 Apex 的即视感。哦，有地图啊，妈都不讲，妈的，干。那是鬼来看的时候都可以开啊！后退。然后你看这个，这他妈鬼来看的时候都可以互动啊！每一个都长一样。开开开开开开。This is too easy。得到了，阿伟呢？哎呦！我准备了三个，三个都不能玩。不可能、啊，我昨天都有载哦。你这个讲法就跟那个暑假作业为什么没交？不可能啊，我有带啊，我有写啊，我写、啊，我明就有写，我写哦。你选一个啦，你想要赛车还是这个？我当然选赛车啊，你选赛车。但你觉得哪个会比较痛苦？这个比较痛苦，那先痛。好，先从痛苦。好，我讲解一下这是干嘛的。讲简单来说，它就是你现在看到这个就是你的国土嘛，那你就是蒋介石本人，你就要带领这个国家度过这个战争。办公室有人。现在有空吗？干嘛？你要叫人家过来换班？不是，你没有在看欸，我在看啊。我要往下讲欸。你要让我操作啊！你好啊，操作操作啊。然后你也可以，然后你看你又干嘛？好，你摸摸看嘛，我的啊、你摸摸看，你摸摸看。然后你再回到地图摸摸看、啊，不是？不要一直要我滑鼠啦！本性难移。好，两个将军，然后你再配一个区域地区的大将军。你知道吗？五星上将，你懂吗？他指挥他们两个，然后他们两个指挥这些小部队。你刚刚讲那一整串，我在后面这样，全部都在听。我不喜欢你不尊重我的那个我没有不尊重啊。你有尊重？有哦，并没有。好，我再介绍一下这个赛车游戏，有分很多种类型。我喜欢所有的拟真类型游戏。Dirt 这个游戏就是去模拟现实世界的拉力赛。我不知道你喜欢这种，很好玩，这接电视玩超爽，太快了。这个叫段位漂移，不要瞎掰好吗？不知道你要玩什么啦？啊，这一场那么久，你试试看能不能认真，不要冲出去把它跑完。它的乐趣就在这边。好，你是不是也是那种不喜欢做你不擅长事情的人？对啊，可是如果我会感觉到我有进步空间，我就会去。你真的没有进步空间？我觉得没有。我觉得这好难练，而且应该说我也不知道我进步这个要干嘛。反正你不喜欢那么 hardcore， 你不然那么认真对待它。假如说因为游戏，我可能会去拼 full combo， 我会觉得很棒。可是你要我去拼什么 all perfect， 我会觉得干的有点太硬了，太病态。来，那你觉得今天我们这样子互相的体验对方推荐的游戏之后，你有什么感想呢？你是开心还是不开心呢？还是你觉得……我忘记这期企划是我还是你？严格来说是你，是我是。但是，所以因为我没想到你才对对对对啊，是这样结局。因为月中，因为我刚刚正要开喷，算了算了，反正这真的是一个糟糕透顶的游主意啊。还不错啊，我觉得透过此事，我们更了解彼此。拜拜，拜拜。